所以你会想 marry 瑞恩吗？会跟安小人你肯定是哥了。不是，我是演一个女孩子。你喜欢瑞恩吗？她是我妹妹啊。啊？她把我当作哥哥，我把她当作妹妹，因为我们一起拍过，一部电视剧。Green Eagle。哦，你有看哦？有。Behind the scenes 很好笑，一直笑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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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everyone。所以你会想 marry 瑞恩吗？会跟安小question。瑞恩 ，if you are listening now, please do ask him this question。我想问问二人。